有难，却知情不报，你怎么当这个臣子的？可皇上不能为了一个女子兴兵攻打蜀国呀，置黎民百姓于不顾啊。看着连城回过头来，朕等要他自己的亲生儿子去赐他致命的一箭。如果他真的喜欢我，在意我，又怎么会千方百计地把我推给他的父皇？你应该最清楚，你只是我买来的棋子，好用就用，不好用就该丢掉。不是只有你可以帮我父皇，齐心同样可以。难道我牺牲名节，千里和亲，来就是为了见你放弃自己吗？干！如今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是帝皇妃，有连城保护你左右，他还能帮你复国。如果你死了，我一定相随，因为傅雅这一生只爱你一个人。自从你用潘玉的身份进了宫之后，你就应该知道分寸。死守着差，对你的复仇之路有用吗？我是潘玉，可我也是马富雅。这钗头符是我娘留给我的最后遗物。一只钗头凤和你全家的仇以及复国大业孰轻孰重，我相信你心里应该明白。我的皮肤好像是主会快灭了，你跟我走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。在我的心里面，只能容下你一个人。怎么样，好不好吃？你娶的是楚国公主，我要的是马富雅，不是马湘云。我再怎么藏，也藏不过马富雅。他被我父王擒拿之后，将他充为官妓，任人蹂躏。然后五马分尸。我不能让你那么简单的死，我把你留在我身边，折磨你一辈子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帮你。我要让你孤孤单单的活着，直到长命百岁。本太子已经想好了，我跟玉姐姐的事，谁再敢说个不字，我就跟他拼命。你现在就决定，不觉得太早了吗？再晚，恐怕玉姐姐迟早会死在那些女人手里。请吧，我是想毒死你。我爹是征东大元帅，我姑姑是当朝皇后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还有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以后谁要是再敢说玉姐姐不是，我砍了他的脑袋。你要不顾手足情义，那就休怪本宫比虎还毒死。不要，云珠，你真的没事吗？没事。我好心告诉你齐佑与潘玉暗中勾结的秘密。我原本以为这样我就可以当上太子妃，没当上太子妃也就罢了，为何要配给一个爹不疼娘不爱、随时都会被陷害惨死的皇子？我说，我杜婉想要的谁也拦不住。父皇。你这个毁尽我大蜀颜面的畜生！富雅公主没死，为了一个女子，竟然发兵远征。皇上这么做，对得起楚国的臣民吗？我不想当皇帝不行吗？我不想死不行吗？当初你硬生生地把我从太子位上拉下来，如今明明知道当皇帝会丧命，你却急哄哄地把我拱上这个位置，你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母亲？你们要让韩明领10万禁军去前线抗敌，边关都守不住，光守住个皇城有何用？你不希望调动禁军是别有用心。曼琪
齐佑是皇上的亲生儿子，再加上立了战功，他将会稳坐帝王位置，连杜飞鸿也动不了。这场仗只能败不能赢。杜飞鸿，杀你儿子的这把刀可是你亲手交给我的。江山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帮你。起来吧。在战场上输得一败涂地，跑到这儿，你倒演起桀骜不驯来了。朕要拿他换一件稀世珍宝。你要拿他去换谁？放肆！下，这丫头已经出国了，最后一定会带出国去有遗憾的。能不能达到你要的目的，见到你要见的人，最关键还是在孟齐佑的身上。孟之祥，膝下无女，世人皆知。你冒充妻女来和亲，你不想活了是吗？见不起你。上回父王给你的玉佩，你给他给了。孩儿自知，此生此心都给了他。可是缘分这儿子是天注定的。不知是吧？好，那我就毁了那块玉佩。等等，等等。什么你不吃？脾气能破玩意就心疼了是吧？本公主偏不让你称心如意。